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51集的播出，很高兴在这里，冬至快乐，与大家见面。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我们很喜欢的护法真佛宗，有跟师尊真佛宗签约的护法神大力金刚，我们奉请传承大加持。奉请大力金刚，我们来持他的咒。
巴拉雅吽吽耶，吽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吽玛哈巴拉雅吽吽耶。我们邀请现场的同门一起来为我们网络的直播读书会做分享，谢谢大家今天上来，大家冬至快乐！你们有没有吃汤圆？啊哈巴拉雅梭哈，吽玛哈巴拉雅吽吽耶，吽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吽玛哈巴拉雅吽吽耶，吽。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嗡玛哈巴拉雅吽吽耶，嗡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嗡玛哈巴拉雅吽吽耶，嗡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嗡玛哈巴拉雅吽吽耶，嗡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嗡玛哈巴拉雅吽吽耶。玛哈巴拉雅梭哈，吽玛哈巴拉雅吽吽耶，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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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一次，他怎么会那么短？啊，我们再等一下，哎，再来祈请根本传承，祈请大力金刚放光铸造。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651集的播出，祝大家冬至快乐。你们今天有吃汤圆吗？我今天还没有吃到汤圆，过几天要来补充一下。我来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。哇，萧燕令啊，Estan 许慧玉 Estan 啊，陈林真居欢六啊，还有 Lee BNG， 陈玲玲你好，陈正峰、尤美赖、阿本令、甘风丽、林秀清、梅瓜令、新丢令、陈乔峰、Kelly Brana、徐月英、就是丽啊、冰卷、India Dio 啊，还有 Shirley Lin， 哎，再看看有谁上来了，还有潜水艇，欢迎潜水艇也上来问候，我知道你们都有来，都在后面偷看，王国慧、单旭化，谢谢，哎。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们的留言。哇，今天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法流很强很殊胜哦？哇，都觉得整个都觉得很清凉哈。好，来看看上一集同们的留言哦。那个谁，哇，瑞秋俊写很多，师尊被富豪，上一集讲到说这个富豪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湿淋淋的那个鬼魂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富豪这个投机取巧，然后呢杀害了他的亲人，还欺骗师尊的故事。然后呢师尊讲到小小叮咛，师尊讲说他那个心绪在澎湃的时候呢，静坐可以把万念归于一，一呢再归于空，解脱的的过程。甘风丽，凡事都有因缘哈，那应该要检讨自己犯的错，应该要检讨自己。好，
像是徐安炫啊、徐亚芳、陈丽珍、林伟展，又吃很多一星，今天吃汤圆了，但希望你们吃哪一种的？王国辉啊，肖央宁我都没有吃到，今天好多人贴那个汤圆给我看，娟俊啊，还有胡小丽啊，Yuki Wong 你好，谢谢你啊。那个哇，吃了三包汤圆，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讲，被钱追的感觉，你们有没有被钱追过？被财神追过，被钱追过，人家讲哦，那个人有两只脚，钱有四只脚，钱在前面跑，人在后面追。嘿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人是这个人在前面，钱在后面，一直追他，一直要给他钱，给他钱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哇，今天这一集哦，是非常的精彩，发财秘籍。这个人呢，跟神结盟，嘿，所以跟神结盟很重要。我们呢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德，但是我们师尊是大福金刚，他有功德，他可以跟神结盟。尤其跟财神结盟，那个人跟哪一个财神结盟了？你只要能够懂得跟财神结盟，哇，你这辈子吃不完的，真的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好吗？山神土地，请大家一定要告诉大家哦，今天这一集很好看的哦。那师尊讲，在天上最富有的是四大天王：北方多闻天、东方持国天、西方广目天，还有南方增长天。我们知道的黄财神、红财神、白财神、绿财神、黑财神。哇，还有财宝天王哦，他是黄财神，还有地母菩萨，还有监牢地神，对不对？海上最有钱的是龙王，那个山神也很富有，还有这个哪个很富有？高财天女、地母菩萨专管所有的财神，对不对？哇，其实呢，多宝如来我看也很有钱，对不对？地藏菩萨、满愿菩萨，他讲若来世哦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、百千万亿等事，单单赞叹、瞻礼、供养地藏菩萨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哇，地藏菩萨也是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都啊，所以说，水界最有钱的是龙王，然后呢，地上有钱的是山神。那这个物质世界的富有，还有无形世界真正的富有，所以呢，世界有一些富豪，有时候他是用一些比较害人的科技，哦，我听说那个好像是在欧洲的北部，对不对？本来有一片很大的海，然后呢，去给他种植什么棉花农作物，然后那个海又把它水又抽掉。哎，变成说那个早致气候的失常，那为了农作物，那你看巴西为什么火烧森林一直烧，然后开发变成做农作物，对不对？那个森林是大地的肺耶，所以呢，为了钱，有些人是那个为了钱，但是做了一些有害环保的事情，哦，这个实在是很可惜。这个有钱将来还是会有业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是财神跟着你，就不用去做那些，危害众生环保的事情了。而且呢，是这个钱是财源滚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是讲说这个呢，这个无形的世界是真正的富有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富有。可是呢，我觉得，你只要深入师尊的心，深入师尊的口诀。你就是天上地下最富有的。好，那在问世的期间，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有一个人姓江，长江黄河的江，他来问世，他是问说，那你算什么？你要问什么？发财，对不对？这个人讲话很简单，书也没读多少，是砍森林、砍木头的工人。那个他也不会很客气的问，那他很直接啊，问什么发财就是钱呐、啊，钱呐、啊，那你也不能说看不起众生呐、啊，哦，看不起众生啊，这个都是钱啊，有的众生真的是一辈子都
穷苦哈，没有被钱追过，那知道师尊很有灵感，他赶快来问，请求你要拜菩萨、供妈、地基主，所以煮了三锅红白汤圆加地瓜芋圆，哦，拜完请朋友帮忙一大锅带回去吃，哇，跟风力追赶跑跳碰，拥抱财神你来了，嘿嘿嘿，好，那个谁啊，Sally Go，你好，谢谢你的功课，张素珠、Lisa Jane、Lisa Lin、Co Lily，谢谢你的功课。面瓜令很想被财神追，快快来追我！你们谁只要把师尊请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谁只要发愿要推广师尊文集，忏悔业障，然后好好的跟师尊好好的相应，财神一定会帮你，因为师尊就是财神，大福金刚。Any deal？没有吃汤圆，因为两天都没有水。哇，好可怜呢、啊！莲雀你好。已经自己到超商买怡和新的汤圆，在台北南门市场。哇，好，Kevin O，你好，谢谢你们哦。还有谁又没来功课了？谢谢 Anadio 啊，吉隆坡很多地方都没来，没水来，为什么？是缺水吗？是希望求下雨吗？嘿，你们是那边干旱没有下雨吗？哦，是什么原因没有水？好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就是要来请师尊来问事，就是求说那个啊能够发财。那所有跟他来的人都哈哈大笑，因为一个砍木头的、砍森林的工人能够赚多少钱，竟然想要发财，所有人都哈哈哈哈的笑。嘿，那原来这个人是非常的穷困，只有靠砍木头发那个能够赚钱。然后呢，师尊就占，居然占算，哎，占算他什么？他将来会发财啊！你将来会发财，他就很兴奋。他问他什么时候？师尊说5年。啊，师尊，你有没有开玩笑？没有。原来呢，师尊看到这个伐木的姓姜的这个人，后面跟着谁？跟着土地公，哎，跟着那个一个土地公，他呢比5个手指头，哎，那就是5年的意思。然后师尊讲5年，那个土地公还点点头，哇，那个姓姜的眼神很凝重。跟在他的人也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人5年后居然是会成为一个大富豪，哇！那大家就是哄堂大笑，而且他没有读书啊，只是砍木头而已啊，薪水也不多啊，钱只够日常生活所需，嘿。但是呢，当师尊讲到说他后面有个土地公，他若有所思哦，他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因为呢，他在砍树，砍树，砍树，砍到有一天，那个树啊，就化身成那个一个神了、啊，哦，一个老头穿戴像土地公的模样，告诉他说：“哦，先生，明天你砍树的时候，我这棵树你千万不要砍。你如果不要砍的话，以后我会保佑你。”哇，哼，然后这个梦就醒来了。那这个姓姜的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做这个梦呢？但是呢，哎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第二天他就砍树，砍树，真的是砍到梦中那棵树一模一样。于是呢，他告诉大家，这一棵树有神，你们不要砍。不但不要砍，而且呢，搭一个小土地公庙来祭拜他。哦，他就做了这个事情，做了这个事情，他也不以为意啊。所以呢，有些人他行善做善事，啊，不用到处张扬，到处跟人家讲啊，我做善事，我做什么做什么，不需要，他默默的去做，嘿，那所有的人呢，哎，大家也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哦，就大家也跟着这个人一起拜这个树下面的土地公，因缘就是从这样子开始了，哇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。而且呢，还请镇长补碑啊，说啊，这个树不要这个砍，然后呢，建个土地公庙，小土地公庙可不可以？还连连三个圣杯，后来真的是盖了一个小土地公庙，哇，
那个姓姜的就问世尊说："哎，这个大树下的土地公是不是指这个？"那世尊也是哈哈的在笑而已。然后呢，是他这个姓姜的又问："是不是真的5年以后会发？"所以很肯定哦，很肯定的讲，5年会发，5年会发，哇！然后呢，因为师尊真的是看到这个大树公在他背后执五，手上比这个五这个诗。后来经过了2年，那个姓姜的又来跟师尊问诗，问诗说："哎，当初问的准不准？对不对？过2年，那还有3年，是不是3年后会发？一共是5年。"师尊依然肯定的跟他讲，5年哦，就是加起来一共5年，就是再过3年，他一定会发，而且师尊是斩钉截铁的告诉他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师尊的正量，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现在很穷，哇，穷到穿到破破烂烂，瞧不起他，他不会，他用他的真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帮助人，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啊。不要那个看人的外表，那个人可能现在他比较穷困，比较不发达。可是你哪里知道有一天他发达的时候，哇，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很发达的人，你也不要骄傲，也要把这个像基督教，他们都把他们的财富啊，他们的福分都感谢主，感谢上帝。如果你有一天你发达了，你这个要告诉自己不能骄傲哦，然后也不要慌意，还要更精进，还要多做布施，还要把功德归给师尊，归给所有前来的佛菩萨护法给你护持，一定要这样子哦。好哇，大福金刚，我在12月27号，好像是这个礼拜天吧？27号呢？是礼拜五的晚上，在香华雷藏寺，台中的香华雷藏寺有上师相应的同修。然后呢，在29号就是礼拜天啊，接下来的下一个礼拜天呢，下午2点会做大福金刚的同修。如果你是临近附近的同门，欢迎您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大福金刚发威哦，嘿嘿。单单丢，哎呀丢啊！上师每天都有下雨，因为水污染了，要等他们清干净水池哦。那还好不是旱灾，那你们只好喝矿泉水了哦。Estan 哦，师尊就是我们的财神，对哦。邱瑞华，Chinese John，阿里斯坦四大天王是天上界最富有的，龙王最富的在水界，山神是地上富有的。好，瑞雪，上师，请问可以赞助读书会吗？可以，那你就私底下用 LINE 讯息跟我联络，会把你的赞助放在我们的那个专门赞助的一个项目，欢迎大家这个慈悲赞助，你来赞助，我会送你小礼物哦。嘿，好，那个跟土拨鼠有关的。王国会已经被钱追，我还是要修很久很久才有办法被钱追。好，Diamond，又没来，你好，Anya Dio，很多没有水哦，大家很辛苦，没有水是很辛苦的。又没来，土地公也是财神，多持土地公咒，财源广进。哦，记得前一阵子有个同门，好像这个公司在讲说快要，好像给他裁员。他这个我刚好去他家，那发现他家的土地神有法流，我告诉他，你跟你家的土地公很有缘，你赶快去祈求，一求，反而他就留在公司，而且呢，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开朗了，所以呢，人可能没有空修法，可是你至少念个高王经。念个真佛经，念个上师经咒，回向给你家的土地公。有时候土地公跟我们更亲近，很容易奉请的哦。Any Do 你好，Richard Jun 师尊神算第一，神准算出贫困的江姓伐木工人5年变大富豪。师尊不会因为他贫穷而看不起，对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要尊重，都要尊敬。最近我在脸书贴了一些佛具，有的要大家鉴赏，对不对？不管你们是怎么样支持的啊，有标到的没有标到的，
我都是非常的感谢你们来鉴赏、来看，对不对？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，来给我们的正播天空新闻台脸书按赞参加，我都是非常的尊敬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恩你们，因为如果没有你们，就没有我们新闻台，你们是伟大的护法，嘿嘿嘿，阿弥陀佛，再次的感谢，祝大家冬至快乐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哇，这个人呢，哎，仍然，在问师尊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个师尊还是跟他讲，哎，跟他讲说他会发，可是呢，他却半信半疑的，因为呢，这个姓江的这个人受到了那个伐木管理局，反正他们那个砍森林、砍木头的公司限制管制，将要遣散。他将要失业，没有工作了，一时生活非常的困顿，一筹莫展，还没有发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师尊呢？他这样子来问师尊，师尊还是讲他会发，你看他会不会紧张？他会不会那个信心动摇？他会不会半信半疑？对不对？已经快要没工作了，哦，所以呢，你看师尊在问事哦。会发就是会发，那如果没有那种大富豪的，也有那种大富豪的来找师尊问事，师尊讲将来会很贫穷，那大富豪哈哈大笑，他说：“哈，你是无非要来给我敲竹杠，你看你多少钱，你讲嘛，对不对？还瞧不起师尊。”那旁边那个算命的就很会巴结，哎呀，他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我讲的比较准啊，你会大富大贵。后来那个大富豪因为做了很多坏事。几个工厂都出事情，他自己也锒铛入狱，后来又得一些癌症，又死掉了。所以你看，师尊讲啊，就算你有钱也没有用，就算你没有钱，也未准以后说不定会发。只要心存善念，很善良的念头，哎，都有发的一天。这个就是师尊带给我们人的希望。所以师尊呢，又为他屈指一算。他说：“你将来的发达仍然在木，好、哦、木就是木头的木，木火土金水，好、哦，我们的五行，哎，五行这个人是属于什么五行，就属于什么工作，对不对？火行人他会比较急躁，嘿嘿啊，水行人可能变化多端，木行人跟土行人他就是比较，哎，老实，会比较。”固定的模式，金型金的人属金的人，他跟金融业还有金属业比较有关系的，这大致上跟大家分析的，你也可以去看，Google 一下，他讲到说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人哈、哦，五种属性的人，他们适合什么工作？有的人呢给师尊问事，师尊一算，哇，你是属木的。那你就是做跟木头有关的工作啊，你是属金的，你是跟做银行的或者做金楼的，反正跟属金的工作有关。有人就是有这个缘，有这个缘分，嘿，这个很准的。好，瑞家俊，师尊神算第一啊，哦，念过了对不对啊？呵呵，好，普通尊重，黎秀英啊，廖金彩师姐，Esther。发达了要多做布施，行善不可骄傲，要有慈悲的心。对，好，还有叶佑俊啊，Richard 俊啊，好，下课私讯呢、啊，好，吴秀吉上师好，上师相应啊，好，也谢谢你的功课，Anya Do 嘿，啊，谢谢你们嘿，好，那么呢，哎，你将来的发达还是在木哦，所以木火土金水的木。那个姓江的呢，因为已经万念俱灰了，即将要被公司遣散的人，然后遇到师尊，师尊跟他讲，你将来还会发，而且是在木，他一直摇头，一直摇头，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哦，因为还不是圣弟子，可能没什么修法，不可能。嘿，我已经被遣散了，连伐木工人。都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靠打零工做工作。你看，哇，那他就是姓江的，他就是很无奈的离开了。那师尊呢，
也不怪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在穷的时候，真的你做什么事情处处碰壁，被人家瞧不起，被人家拒绝，被人家看不起，被人家冷言冷语，被人家哈哈大笑，完全都没有人格。然后师尊讲说他会发，那不是很天大的讽刺吗？可是，大约3年之后，你们看，师尊到家餐厅吃下了吃饭，有一个穿西装笔挺、手上戴劳力士 Rolex 手表的人，不是 Rolex，是满天星，哇，整个都满天星。像我这个是家乐福买的，用了好几年，还蛮好用的。哇，他戴满天星的年轻人走来跟师尊一鞠躬，师问说：“你是师尊？我是江某某啊，是你？哇，你师尊简直不敢相信，你看。”师尊在他最潦倒的时候讲说你一定发，他也不信。可是真的是时间到了，真的发了，穿着西装笔挺，还开劳斯莱斯，还戴满天星，还有很多的佣人。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大富豪了。好，为什么会成为大富豪呢？那于是呢，师尊就跟他讲话，师尊呢就。这个姓江的先生就请师尊到包厢，哇，这个是厂长，这个是经理，这个是部长，这个组长，哇，一大堆的干部介绍给师尊，师尊说，哇，一一的点头点头，嘿，那江的说，我是董事长，已经3年，才3年，对不对？2年后的3年，居然那么快，董事长。所以，我今天告诉你，如果财神愿意帮你，对不对？不用做什么亏心事啊！就算你没什么，你也不要做亏心事哦。他真的是会帮。那财神是怎么帮的呢？他就讲说，因为后来他被公司遣散了，他就到处打零工哦，就是啊，这边可能要盖房子啊，这边可能要漆油漆啦。这边可能要这个代客驾驶啊，反正呢临时的工他都去做，在做的当中呢，他遇到一个贵人，他是雕刻佛像的师傅，雕刻师傅，他跟着雕刻师傅学雕刻佛像，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个天分，所雕的佛像栩栩如生，后来呢。他就集资，那人家就很多人都去买他的佛像，买佛像买好了，哇，越买越多。后来他就开公司，后来他就开工厂，而且呢，他那个刻佛像呢，他还分3层，第一层是工厂切割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是他的底下的工人再去把它。刻得更细一点，第三道程序就是他仔细的再来刻，所以他刻的佛像供不应求，然后呢，几乎全国的佛像佛具都找他来订货，因为做得栩栩如生，就是这样子发的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呢有那个什么克莱斯勒的那个名车。有5层楼的豪宅，那有门市啊，店面有，那他真的发达了。哎，他的佛像、佛菩萨、罗汉、诸天、什么神、土地神，哇，摆得像百货公司一样。而且你看哦，做这个佛像、刻佛像，又可以跟你价格公道，不要贪，那你又能够跟神佛在一起，不是很好吗？好，然后他还做密宗的佛像、日本的佛像、泰国的佛像、中南半岛、唐朝、敦煌的佛像，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想去拜访他，看他家的佛像。哇，我最近也是蛮喜欢佛具的。好，反正呢，那姓姜的呢，又到印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研究丝路佛像的造型，所以呢，他简直是对佛像。对他的工作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更加的深入，而且有哲学性的，有学术性的，还可以研究那个在历史上，
各个地区的历史或者地区不同佛像的造型来做开发，哇，真的是让人家耳目一新，目师尊听了那瞠目结舌。最后这个姓姜的就问苏师尊，我后面的土地公还在不在？因为当初那个土地公说5年后啊，那个5年后的那个土地公还在不在？师尊说还在，只是小了一点。但是你后面现在有红财神、黄财神、白财神、绿财神、黑财神，很多的财神，还有跟着你，你发30年，你可以发达30年，哇！你看师尊讲的对不对？准了，哇！所以呢，这个人呢，发达了。有没有就从此喝酒啊、嫖妓啊什么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也是常常磕佛像，跟佛菩萨在一起，所以呢，他也想学修行。后来他很虔诚地跟师尊请法，请师尊传他财神咒。各位同门，你们有没有念财神咒？红财神、黄财神，只要你这个跟师尊能够有一个第一流的感情，常常的来读师尊的书，你在修法的时候深深的在念，然后观想师尊很清楚，你在修财神，通常都会有很大的加持力哦。好，那于是呢，这个人，就这个师尊就传他财神咒，师尊也劝他修法。然后他也很听话，而且这个人呢也不忘本，他知道是当初那位树下的土地公帮他的，所以呢他发达了之后，他把那个土地公的那个小庙把它盖得更大了，因为哇，而且土地公小土地公也成为福王，所以这个土地神哦，他也是想帮人，其实我觉得财神、土地神他都想帮人，可是呢。我们到底是不是神值得认为值得帮的人？你做的任何事情是不是让神明欢喜？这个也要想一想自己的戒律怎么样，自己的精进怎么样，自己的心地怎么样？神喜欢帮助心地善良、护持师尊的人哦。好，那据我所知，这个姓姜的他其实有没有祖先的运呢？祖先给他财产啊，给他土地，没有，他一点财运都没有，但是他有神运，因为他跟神做了朋友，虽然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看神只有师尊讲，他相信嘛，所以你们说，看不到神，神会不会帮助你？那个不是看得到看不到的问题，是你是不是心很端正，很认真在做。很认真在奉献，对不对？很认真在度众，这都可以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他交了一个神运，也就保留了一棵神树，交了一棵福德正神，福德正神竟然帮他发达了35年，这是神运。那师尊讲说，姓姜的这先生，如果能够行善念佛守戒，没有错，那个过错。如果在下一世更是享福不尽啊，就是这个故事了。而且究竟他做了什么功德，什么五路财神跟着他，等等第二，那个燕姨你好，邱瑞华，Edison 哦，金木水火土五行物质运动变化，我是火的，先生是木的，那就是这个。修观音，呵呵，求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有灌顶水，让你会比较温柔，呵呵，比较不会急。好，甘风利，穷小子终于变成有钱佬了。对，好，丹丹丢莲花旋风，四仙传啊，都是快乐。季真，好久不见了，已经有时候被上天闯啊，关了这扇门，那扇门啊，无意间好像就被开启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形容？赚钱门路在哪里啊？我的就是，当你念上师心咒，每一句的上师心咒是不是很清楚？每一句的上师心咒
是不是观想师尊很清楚？从这里开始做啊，热俊，请问怎么样才知道自己的属性？给师尊问事，给问事，你们可以问啦，你们可以那个写信到回信中心，是说我是属性是五行是属哪一个，我适合什么工作？你们可以请问。好，普同尊重李秀英，好，谢谢你们，秋，一位姓邱的哦，邱瑞华哦，好，哇，我们中间我们来唱《南无华光自在佛》，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，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自在佛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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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华光。自在佛，南无华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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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在佛。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自在佛，南无华光自在好，我们以最虔诚的心，感恩师尊写下这么棒的文章，让我们明白这个财富哦，福分是怎么来的？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小小叮咛师尊呢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篇小小叮咛有什么？师尊有什么要跟我们叮咛的呢？千根线，万根线，下到地上就不见。千根线，万根线，落在地上就不见，是什么？下雨，对不对？像线一样，所以这个题目叫千根线、万根线了。哇，黄香怡，谢谢哦，谢谢你来。好，我来念一段啊。你说昨夜雨微微，那个微小的微，昨夜雨微微，今晨今天早上化为露珠，灌溉着我就像路边的小花一样。轻轻地迎着阳光走进你的心里，那这个是师尊在跟弟子的对话。弟子说，昨天那个雨下很小，那今天早上那个下的雨像露珠一样，还在灌溉着弟子。那弟子就像路边的小花，那迎着阳光，那走进师尊的心里，你看。你会不会跟师尊这样子讲，跟师尊这样子对话？这个是什么？自然，对不对？那什么灌溉呢？我们今天读师尊的书，师尊的法语在灌溉着我们，师尊的法乳灌溉着我们，师尊的智慧在灌溉着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很美。你说昨夜雨微微，今晨化为。露珠灌溉着我就像路边的小花一样，轻轻地迎着阳光走进你的心里。哇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在念这个书的时候，我每个人就像路边的小花，那迎着这个师尊的佛光，我们也是每一个弟子走进师尊的心中。当你在念师尊的这个文章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？我们再来看师尊怎么讲。我说，
我几乎可以体会到你的小语语言的语，我几乎可以体会到你的小语。我喜欢牵根线，万根线，掉到水里就不见。但是，心中早就有一个涟漪，又一个涟漪。那个水下到池塘，不是会转圈圈吗？对不对？就是涟漪啊。心中早就有一个涟漪，又一个涟漪，无数的涟漪，只因为你撞入了我的心里。哇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弟子要走到师尊的心中，师尊的心中呢，像一个湖，被弟子撞进去了。哇，起了波纹，起了波纹，因为你们走进师尊的心里，师尊是有感觉的，是不是很美呀、啊？我再念一次啊，我说，我几乎可以体会到你的小语，我喜欢千根线，万根线，掉到水里就不见，但心中早就有一个涟漪，又一个涟漪，无数的涟漪，只因你撞入我的心里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读世尊文集，我们在念世尊的文字，我们的心在想念世尊，我们的心已经在世尊的心也起了一个涟漪，起了一个涟漪。因为师尊的心中有我们，我们的心中也有我们的师尊。我们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心中有我，我的心中也有阿弥陀佛。所以念咒就是这样，叫做水乳交融。你在念经念咒，有没有水乳交融的感动？谢谢你，感恩你，感恩您一直的加持。我愿意住在你的心里，成为你的思念，成为您的涟漪。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非常的美呀、啊？哇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谁都知道，我喜欢看天，看那无形的伟大画家在无边的天上作画，是抽象的，是写实的，是意象的。是泼墨的，哇！哦，你们有没有看天空？有时候灰灰的，就像泼墨画；有时候晴天开朗，对不对？像前几天我去学霸的温水管理中心，哎，有云，但是天空是非常的蓝，蓝的哇，好清蓝哦。那西雅图也是很蓝，澳洲的也是很蓝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有时候那个天也会有下雨哦，像泼墨画也会有蓝，也有清澈的。所以呢，虽然讲那天空简直是抽象的，又是写实，又是意象，又是像泼墨的，哎，所以呢，要有这种闲逸的心来去观这个宇宙自然。来看同学的留言，愿意师姐说是认清句哦，忘我的人才能够认清自己，深深的触摸自己就是妙语。好啊，财富顺遂，邱瑞华，哎，谢谢你，祝福大家。谭茉莉啊，Lisa 卷原图前往雷藏寺参加今天的同修黄财神啊，好，很好，祝大家发财。好，大妹妹啊，大大丢 LBNG，我都在祝贺师尊，对不对？想念师尊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念师尊哦。这个也是我们的福气，我们的福分，哎，因为我们今天有我们有这个福分，哎，我们没有荒逸，哎，我们没有偷懒，然后大家在一起想着师尊的金句，这个就是一种幸福了，哎，这个就是一种智慧之财。有一些句呢说，哇，弟子像一个涟漪又一个涟漪，闯进师尊的心里啊。还有这个 Lisa 卷这两天下雨，Lisa 师尊是有感觉，能够体会我们啊，心中有我们，而我们也非常感恩师尊的加持跟保佑。Diamond，谢谢你的功课。好，再来看哦，上帝真的是最最伟大的画家，
因为那个诗人讲天空千变万化，很多人不懂得欣赏，而我却在天际漫游，在天边那么看，真的是令人惊叹。风轻轻地吹拂，云由淡变浓，雨就霏霏地下来了，雷如鼓，打鼓的鼓，哇，很大声的，轰轰隆隆，光一闪一闪的。我们发现自然界的变化，只是很少人注意而已。我喜欢雨，这也是大家知道的。过去我唱一首歌，歌名是《阳光和小雨》。所以呢，师尊讲到上帝是最好的画家，很多人都不懂得欣赏。哎，然后呢，师尊却是细细的每天在看天空，细细的在看天空的画。所以呢，你想念师尊的弟子。当师父在看天空，你也在看天空，师徒同一个天空，哎，然后呢，风轻轻的吹，云由淡转浓，那就是这个快要下雨了，雷暴雨就慢慢的下来，然后哇，雷声像鼓一样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对不对？打雷一样，然后又闪光，哎，那师尊呢，在从当中去享受自然界的变化，那是最喜欢雨。想到以前唱那个阳光和小雨，如果有一天小雨不下了，水儿不再流，花儿也凋谢了。是最写了这几句。如果有一天小雨不下了，水儿不再流，花儿也凋谢了。那诗人说：“我喜欢雨，喜欢小小的雨，充满了诗意，充满了梦幻，充满了感情的情，充满了趣，有趣的趣，知道吗？淅沥淅沥，哗啦哗啦，雨下来了，我的妈妈带着雨伞来接我。”淅沥淅沥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啦啦。哎，这个是以前师尊站在正弘院前面跟我们唱的儿歌哇。师尊也把歌词写下来那师尊就讲了，知道吗？一只小雨伞就写一首小诗吧，诗名叫做《小雨》，下雨的雨。好，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？有时喜欢淋雨，有的时候我喜欢淋雨。我不一定期望充满阳光的日子，理由是淋雨时团聚，淋雨不寂寞，淋雨不悲伤，淋雨不落幕，淋雨是爱。我们有做一首歌，有时喜欢淋雨。你看师尊有一本书叫做《写给雨》，都是在讲那个下雨的。所以师尊那个带我们进入他心灵的世界。这个题目叫做小雨，小的下雨，天轻轻的摇啊，天呐摇，天轻轻的摇，那情意就越来越重，于是就动。哇，这好深哦，对不对？天轻轻的摇，有风，对不对？要下雨了，但是那个雨也是一种思念，也是一种感情，那个感情也是在动，在思念。为什么动？因为思念嘛。天轻轻的摇，那情意就越来越重，于是就动。从来许多线，自别后有谁与共？哎。很多的心，很多思念的心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分开了。像师尊在西雅图，我们在台湾，在马来西亚，在东南亚，在你的国家，那怎么有谁与共？大家能够在一起共同的吗？涟漪一圈又一圈，那是你我的呓语，不必相送。那个呓呢，是艺术的艺，在一个口字旁。语是语言的语啊，
涟漪一圈又一圈，那是你我的一语，不必相送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刚刚讲到嘛，涟漪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心进到师尊的心，产生了涟漪。那这个涟漪呢，一圈又一圈，是我们心跟心、跟师尊心跟心的对话，很美，对不对？林伟展，谢谢导读，不然自己也看不懂。哎，我觉得好美哈！伊丽丝黛，上帝是最伟大画家啊，师尊喜欢看天空。在天际漫游这样的变化，没有人注意到啊！上次唱歌，嘿嘿，谢谢哦，马杰里玛前面师尊呢、啊。所以哦，我觉得这本书，师尊是在写他心里的感觉，哎，啊，现在你们有拿到书的，以后呢仔细去看，或者你去真佛不瑞赞，你把他那个看成师尊是在跟你讲话，就对了，知道吗？这本书。就是师尊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节目最后跟着我们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《南无阿弥陀佛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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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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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，哇，好精彩的故事，见神见鬼记，这个很穷的穷光蛋，后面有个山神土地帮他，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呢，师尊讲。他5年会发，后来真的果然应验。有谁像师尊讲话讲这么准的？小小的叮咛，千根线、万根线，师尊讲出我们弟子如何走到他的心。当我们在思念我们的师父，师尊的心也会起一阵一阵的涟漪。所以，我们是在师尊的心里面起涟漪的。你用这样的心来读师尊的书，小小叮咛会非常的美妙。我们谢谢哦，祝大家冬至快乐，也祝师师母冬至快乐，给师尊啾咪，爱死的路，呀比，布灵布灵。明天晚上10点，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我们空中再会。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、转贴、分享，拜拜。